春浪音乐节官微发文称，那英因为身体欠佳，将缺席上海春浪音乐节的演出，希望那姐可以早日康复，并承诺将在未来的春浪音乐节再次争取那英登台。据悉，今年的上海春浪音乐节将在9月16日、17日在上海国际音乐村举行，那英原定将作为9月17日的嘉宾登场。近期那英多次被传谣言且登上热搜，但她本人并没有回应过。最近关注娱乐圈的朋友们肯定都得知了蓝色电视台的一些消息，这背后也与那英、那欣这两姐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那英的评论区因为刀郎新歌事件已经创造了历史，留言过了千万，她的姐姐那欣也没消停，连续多日因为某歌唱节目登上热搜，而且歌手海明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将矛头直指娱乐圈的两位姐妹那英和那欣。不过面对争议，那欣发朋友圈解释，称自己早就跟中国好声音的节目